Oh!
中国人的，就是你，我们是。
七分，你看这拿个字，智慧有多么的，很多记者手里拿的索尼，拿的是尼康，他告诉别人我们要体质日货，他手里用的什么日本枪？等会儿见，是啊，所以中华民族该觉醒了，告别我们是中国人。不是啊，那这样日本跟大摇大摆的过去了。